今天 Kiki 不卖房，带大家来看看欧洲最大的皇宫哦。这片土地上呢，以前最开始是穆斯林的宫殿还是皇宫 ，whatever 是在这块土地上。现在呢，它成为了一个每个人必须都要来参观的皇宫，最大的皇宫。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。整个的皇宫的建筑呢是石头为主，没有一块木头哦，除了门跟窗户是木头，其他的全部都是石头。太厉害了，那我们到里面去看有没有迫不及待。